你随摩西将孙子复国，为何？一如言是初祖遗留真实的信息，但地主将残破的研究之中，发现原本当中可能总有另外一只狐狸，合理推测，初祖有留下更明显的线索，祭台有缘人。初先生大师要进入佛国，只欠人文一族，叫做魔妖所掠。另外一只狐狸，恐怕记录入魔蝎之手。就有地龙参透其中嫌疑，佛国将被摧摧。看来现在咱不能再回票，这是必须正面迎敌，红领兼救师兄。悬空，你应该明白最坏状况是魔蝎与其他门接触。金公尊一代保留，佛国之内尚有不能宣扬之秘。慈悲为怀，时时所苦，内外相应。明呀，温呀，阿弥陀佛！两位尊者该同意了，巧如来在此下跪。如果你一开始便说明此事，贫僧就不用坚持到最后，反而变成堕落的过节。菩提尊是得仙过节，你这句嘴。总是让人难以反击，是师尊教导有方，但你的师尊应该无教过你。现在金光塔为了封印高水救援，暂时动弹不得。高水救援那是什么？确实袁绍宏遭到初祖击杀，魔窟解离四散，血水却随着万念凝结，毒之不去。初祖担忧袁绍宏就此留下复生契机，便以毕生福力将之包覆，送入佛国，并由圣物紫金钵镇压。听此话意，封印高水救援是依靠紫金钵，与达摩金光塔有何关联？一花开五秀，结果自然成。出于初祖传法技，而佛国已定是唯一的看戏，便是历代先宗衣钵传家。但在传至六祖之前，达摩金光塔经历一场变故，地主紫金钵失落，为了不使红人松动。达摩金光塔受六祖法旨，从此坚守着戒绝饮食原则，不再移转他处。传闻先宗传至六祖，衣钵便不再传，原来是另有玄机。方才提到三母灭佛，其中一处便是发生在圣寮，莫非？你猜得无错。六祖圆寂之后，两驾子袁绍宏下去，开始镇压。